大家好，我是扎扎教练。今天我要教你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在睡前去做，然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腹部收得更紧一点。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卷腹。卷腹这个动作是孤立训练我们的腹部的，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让腹部找到发力感才可以。我们可以拿着一个枕头啊，我们睡前用的枕头就好，然后双脚踩在床上躺下。好，现在呢确保我们的下背部是贴紧地面的，用你的腹部去发力，让你的肚脐去贴近地板或者你的床垫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可以拿着枕头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将身体向上卷起，注意不要完全卷起来，卷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让我们的肋骨最下沿是离开地面的，但是我们的腰椎不离开地面。好，吸气回腹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卷腹这个动作你学会了吗？一定要找到我们腹部的发力点，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哦。那除了卷腹之外，如果你是因为体脂过高而导致看不到自己的马甲线的话，那么希望你能够跟减脂训练同时去做，同时控制你的饮食。如果睡前做完卷腹你感到有点饿了，那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，不要去吃宵夜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控制体脂，达到你想要的目标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